给我两百块，我就帮你吃饭。对，那两百块钱，嗯，减少到了。那边那边不是有一百吗？你旁边不是有一百？只找到一百啊。那一百我帮你吃半碗。OK。那我帮你吃白饭。那回家我再给你。好啊。好啊。哦，找到了。对啊，来，给你两百。两百是吃全部吗？还是？吃全部。两百块是吃全部啊？对啊，因为这里，懂吗？可以，那妈妈可以。可以。OK 啊，居然没有接到这种波。没有，这是我赚，那是我赚来的。没有啊，那你要把两百块拿走，你就把这吃掉。那要吃掉。对啊。谁拿谁吃？对啊，谁把这吃掉就可以把这两百块拿走。你得吃掉喽。哎、欸，我才不要呢。他才不要，对啊。他雇佣我的钱，这是我的薪水。决定啊，那我吃掉了。当然。那你这两百块本来可以买零食的，你不要。我不用了。你不用了？为什么？我家里还有种树。哦，暴发户哎！现在不稀罕这两百块了。其实那两百块也没关系。是吗？那我吃喽。好，我吃掉这两百块就是我的喽。也、yeah, 赚到了。没赚到了，反正我还有一个很强的招式。什么强的招式？那我知道了。去偷回。没有、啊，是我先放进去。啊，没关系。赚钱，老婆了，这是我的，不能抢别人东西，这是我的薪水。对他赚的，钱破掉就不能用了。偷人情，这我辛苦赚来的哎。偷人情耶，他要付出自己的劳力来赚。我努力工，付出我的，他用他的身体来赚。对啊，吃下去。还是你要赚，你要赚的话就把这吃掉，钱就半。两到一半。那我你吃一半，我就是。啊！他就要给你一了，你吃我的一半，他就要给你一百五十块。我说哥哥帮我把一半吃掉，你给他一百五，我也给他一百。我要是我要吃一粒饭的话，也是要5块哦，我是91块涨价，懂吗？91哦，1亿的亿。你说我帮你吃掉一颗饭，你要给我91。我帮你吃掉一粒饭，给我91。没有钱吗？你没钱你就自己吃。对啊。他不能回去再领吗？菜要吃掉再做官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意思是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对啊，可以让他少两百块的钱买零食。时薪2万的工作，对呀喽，爽。